嘿嘿嘿，滴答啦滴答啦滴答滴答滴答，一二三四五，哎呦，要嘞呗，嚯，哎呀，大家好，我是阿波，欢迎大家收看。前段时间我们用那个竹签啊给豌豆苗搭架子哦，由于天气原因啊，我把它给拔掉了，今天给它重新搭一下啊。拿这个竹子啊给这些豌豆啊插一下这个竹签子，到时候它可以爬往上爬。前段时间我们给它插过一次，由于太阳晒不到，然后影响它生长了，我就给它拔掉了，现在给它重新插一下。你看这个豌豆苗长得不错吧，给它插个竹签，到时候这些藤蔓就会爬上去了。妈妈，不，我那就小孩一做我，你不给就想吃啥？你擦，这都擦掉我的。不你的嘞？我要买，我带着我怎么使用我你的？八一年啊？是啥几年不嘞？我呀，他都金贵的啦，他一做哪你管不着？做哪你给得去多给他寄我些？一点。要的啊，姐。路上你按摩呀？你去下转开了。路一个样多，就按摩呀，摸不下去的。姐姐，姐姐，姐姐。还有一个，就是俺家老女给做的，当然呀，今我是多过那样，给姐姐就想起来，还有一个是侬找我来六年的了。他多珍贵的，你不也给这点年纪了？这还给老了项目了啦。你肯定给南京大桥拍的。谁？不能，人家小作业。我是那天大便宜。他给你衣服哪想讲嘞？我想讲，要一碰嘛，还有些个啦。开始就拿你管了。哎，那天打电话，侬要加不？就是阿婆说说的。阿婆，那个找阿婆的说说。某某衣服给不？阿婆房间边会穿拖鞋，打扮样像叔叔的样子。叔叔，今天我都要开的。姐，今天我都这样开不？可以的。八七年了，我开我头像的呀，妈妈。哦，会。咱也可以看个娃子。看孩子耶，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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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一年呐？一个那么变了吧？还有多少大变？那你还有多少只阳台没啦？我还有只阳台。妈妈也得多阿婆啊！姐，要家里可没娃子个事。就亏我了，就因为就相当于保全的后来了。不是后个姐。俺那是说牧羊的酒瓶，个酒瓶贵呢，我也就想买。还有就就相当于。来快点，阿爹！不快点，再阿快！哈哈，急，急，可惜，可惜，就改了。俺也不知道叔叔长得什么样子。可是一说说个就想着搬家来。嗯，他就说是走过，妈妈看好，保全，等你保全好。我总要搬家后院了。嗯，没了，不能再不能玩的了，是不是？哎，我不洗不啦？洗吧，洗完不来。哎，吃蛋。
然后做一个玉饺。哦，玉饺啊！哇塞，跟他烧个不昂哎，做不下家哎。啊，一个都放姜给啦。去，姜味姜味一点点擦。想想了还有也还可以去我想想的我们这妈妈要多过这一等戏哎就这样对吧玉姐玉姐哎呀这嘴眼了有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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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先讲哎不不不不不我都是感觉有我在叫这哎有没有进镜头的感觉哎三个半三个半要静静的吹啦。嗯。哦，一个玉角啊。嗯。哎。玉碗，这个样。哎，要静静的。嗯。先来了。就对嘞。嗯。这人这个。就对啦。哪里在啦？我吃我娃吃个，娘杀心的，我吃给你给，吃给你给，娘过来杀杀心的，好好好，够吧够吧，够吧够吧，我再帮你找吃。嗯。哎呀。又对又。怪这这个嘛，他踢了，把球把你别不让。